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女神撩电影。当爱情来临时，往往让人一发不可收拾。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我可以奋不顾身去爱你的短片。炎热的沙漠之中，住着一株仙人球球图图。无聊中的他突然眼前一亮，原来不远处生长着一株漂亮的女仙人花花。花花的美丽让图图陷入了痴迷。这时主人走了过来，把它搬到外面晒太阳，这可是观察花花的最好位置呀。而花花也注意到了图图的存在，他们愉快地打着招呼。可是图图却不满足于现状，他想到花花的身边，于是他用力地拔掉了自己的根，欢呼着。可是主人就在旁边，他要怎么过去呢？有了，图图打翻了主人的水杯，于是主人到房间之中重新为自己倒了一杯。就在这个空档，图图向花花奔跑了过去。主人开门的时候傻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这时图图一个不小心就被石头给绊倒了，眼看就要到花花的身边，他们一伸手就能够够到彼此。可是这时主人也来到了这里，正当图图失望的时候，却发现花花就在自己的身边。原来主人把花花也养在了花盆里，就这样他们抱在了一起，开始互相伤害的一生。最后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下带刺的仙人掌都恋爱了。屏幕前的你还是单身狗吗？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。